知咧，大家喺今日之前咧，可能咧你哋已經聽過有關於上帝、關於耶穌嘅故事，但唔知咧喺你心目中，我哋成日講嘅呢一個神或者呢個上帝，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上帝咧？佢同你有咩關係呢？你會唔會覺得佢係一個高高在上、好勁嘅？又或者是他很惡的，喐啲咧就殺曬舊約嗰啲人噶。又或者他是慈愛的，去愛我哋每一個人。無論你點樣諗都好啦，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呢個神咧，其實同我、同你、同每一個人都是有關係嘅。佢差遣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就只有一個目的嘅啫。耶穌嚟到世界，就只係為咗行上被釘十字架嘅路。佢流出嚟嘅寶血，洗淨我哋一切嘅罪，以致我哋同上帝嘅關係得以復和。好想咧，大家呢一刻咧去思想一下。这个神，这个耶稣和你有什么关系？耶稣圣人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耶稣，我
精彩啊！好精彩！俾啲掌聲。好多嘅人啦，除咗唱嘅，仲有打鼓嘅、彈琴嘅、彈吉他嘅，係啦，仲有後台嘅燈光都係佢哋一手一腳去包辦嘅，我哋都俾啲掌聲佢哋啦，係啦，好多謝佢哋嚟到分享啦，請到佢哋分享唔係因為我認識佢哋啊，係咪啊？佢哋唔識我㗎，啱唔啱啊？係，係啦。不是因為他們衝過來無緣無故上了台、有17個人這樣黏了16個人加上我17是不是對不對對了那麼多人呢一起去見大家是因為上帝愛我們我們才有機會在大家面前去分享信仰我剛才呢偷聽到一些同學說 Miss 他講中了我的心聲啊還有 Miss 其實我都不是很怕他講什麼係啦，兩種聲音都有，但係咧信仰咧係分享彼此分享嘅信仰咧，亦都係上帝同每一個人親自嘅溝通嘅。我希望咧，即係喺佢哋嘅歌聲、喺佢哋嘅音樂同埋分享裏面咧，都讓大家咧一點一滴咁樣認識上帝更加多。我哋好多謝咁多位嘅港大嘅同學，我哋俾多次掌聲。咁我哋係啦，我哋港大嘅音樂部隊啦，咁好高興今日嚟到呢個中學度認識大家啦。咁雖然冇乜機會同你哋去 interact 啊咁樣，但係希望都唔好悶親你哋啦，亦都希望你哋每個人可以將你哋嘅心打開啦，向上帝。如果大家有啲咩可能講中咗你心聲嘅，或者可能係冇講到唔知唔明我講咩嘅，都唔緊要嘅，因為呢啲上帝咧，佢會將佢哋嘅福音。即係將佢嘅聲音都會喺你嘅生命裏面慢慢出現。咁希望你哋如果倘若有啲咩困難嘅時候，亦都唔好猶豫，希望可以打開你嘅心，去懇求上帝為你指引你哋嘅前路。咁我哋一齊祈禱去結束我哋嘅週會啊！大家低頭祈禱。天父，主要感謝你，感謝你咧，讓到我哋有愛，讓到我哋咧可以透過音樂、透過藝術去分享你俾我哋嘅愛同埋恩典。願你咧都真係賜聖靈咧喺同學同埋每一位分享嘅大學同學嘅心裏面，讓咧繼續我哋都係有能力去彼此嘅用愛心去互相服侍你，去敬愛你，讓你都改變我哋嘅生命，讓我哋知道我哋點樣去面對。多謝你愛我哋，我哋簡單不完全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阿門。好，我將時間交俾訓導老師，俾多次掌聲啦，不如。因為同學咧個秩序可以嘅，係除咗落嚟嘅時候咧，我知道中一嘅同學咧係咪？中一嘅同學下邊咧就啲秩序唔係太理想，咁所以咧你們最遲先走。好啦，中三嘅同學，因為你哋唯一你哋可以喺你左手邊嗰度走先嘅咧，就麻煩啦，黃敏儀老師麻煩你幫個忙。係，我係由3M開始，好，3M用你左手邊直接翻上去。